OK， 嗱 ，Jovi 咧，你會睇到咧佢嘅我諗你要取除條鏈啦。Jovi 咧，你會睇到咧佢嘅面咧有少包包面，係咪？同埋佢會有少少嘅呢個地方咧係脹脹地嘅，係嘛？我哋用一粒黃豆咁大粒嘅 body meal， 呢個係最高嗰支、最大支嘅支。body meal 係咪好快吸收嘅？搽喺度，係咪啊？嗱，大家睇下，又揾一兩個出嚟睇下，係出水嘅，水。係啊，出水，你出水，冇錯，唔係我出水。出水，哇！哇，係喎，哇，犀利。出水啊！邊度出水？睇唔到啊！咁我張紙要睇咯。可能傳到後面已經乾咗㗎啦。其實咧，呢一個咧，我哋試過好多次㗎啦。如果你係你有腫咧，同埋你有水嘅話咧，其實咧係真係出水嘅。因為我呢支 body 咧，我係攞去俾我嘅 body 嗰個 massage body 嗰個咧去幫我推。佢話：李小姐，你知有得意喎，推你背脊咧全部吸嘅喎，我仲要加啲油落去先推得爽。但係一推到你個肚咧。就出水噶咯，我係啊重災區啊嘛。啱啱水災嚟嘅，咁所以嗰啲地方通常女士咧個肚嗰位係比較都容易有腫脹咯。係啊係啊。好啦，大家望一望佢塊面咯喎。好舒服，喺呢咁嘅場合，我通常都會俾佢舒服下嘅。但係通常私底下嘅場合咧，就冇咁舒服噶啦，就俾我打到瘀曬。睇咩有分別啊？係咪兩邊面有分別啊？嗯，可唔可以擰一擰過嚟？擰側邊啲？側邊冇嘢睇嘅，睇直面。收緊喎。再擰過嚟呢邊。好。係。怪獸。好啦，你睇下個虎紋。睇下個虎紋，睇下個眼角嗰個位，同埋睇下個面側邊呢個位，你就會睇到噶啦。有冇細到？有。有啊。有啊。有啊，係咪啊？有。我想問下，大唔大力啊？唔好大力。OK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，我哋再睇啦。嗰個眼肚個顏色，呢個都唔係睇得好清楚。我哋再加多陣來睇下。在個後頸個雲章個位咧，即係耳仔背後嗰個位，然之後咧向下推。所有嘅位置都可以用嚟做啊！係啊，今晚翻嚟。都係用所有温度。你樂高嘅頭，你自己感覺係兩邊有咩分別啊？樂高向後咯。已經緊。真係伸伸軟。
安感，我左嗰邊好鬆咯，舒服，鬆弛。睇睇個眼角有分別啊？眼肚、個紋冇咁深，正面睇有冇分別啊？冇咁深啊！你睇下眉角有冇分別啊？有冇高度啊？好啦，另外嗰邊俾大家望啊！變咗，係啊，好啦，再另呢邊，睇唔睇到？好啦，俾你望一望，直望，分別大唔大啊？好啦，呢套嘢買唔買？買咗，買咗。咁你入唔入會啊？而家你係新人。會用啊嘛，好啦，咁同你做埋一邊啦。我哋新加坡好笑就係、是、咧，我就係用呢人同我玩完之後，啲人就話得包機票俾你嚟，我要瞓嘅，唔緊要，我踢走我老公 ，OK， 跟住你同我瞓 ，OK， 所以我去到而家新加坡，我係會有人會包機票包食宿俾我喺嗰邊嘅，所以其實我同你講呢啲。這個產品是很好玩 的一個產品，就是你不需要用很大的力，因為以往你去給人按摩呢，你都要死推爛推啊，死挫爛挫，是不是挫到你很痛你才有什麼效果，但現在只是少少你就可以看到。那通常在這個時候我們都會問一問那些朋友，你看不看到這個產品的發展潛力，看不看到啊？還沒看到啊？看到了我看你們沒有反應的，真是不是？所以我們說就是這個產品我們為什麼可以不用去做零售，就是因為每一個都是一個消費商，每一個都是可以是一個在消費當中已經是可以做到生意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在消費當中賺錢，你還需要買很多支東西放在家裡？現在基本我現在出trip非常之開心，就是拿著這六件東西出trip我已經是搞定了，什麼都不用去拿，省很多位置和輕很多，以前真的要拿很多支東西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現在看到的效果行不行？所以你可以回去自己試一下，試完之後一定要拍照。我跟你說這套產品是回不到轉頭，回不到轉頭，所以是一定會逆轉的，好嗎？麻煩你那邊留下你自己做